2011年魔兽世界全球争霸战台湾区赛事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想挑战全球高手的玩家可至官网报名或参加厨子送票活动，不仅有机会挑战高额奖金，还有机会获得特殊坐骑。此外参与竞技公会奖励活动，与积分赛结束时排行前50名的队伍都将获得不同的专属奖项。魔兽世界全球争霸战是 Blizzard Entertainment 针对魔兽世界玩家所举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全年度最大规模的电子竞技比赛。除了总奖金高达20万美元外，玩家可在专属的竞技伺服器中建立全新的85级角色，选择了任何职业和种族。竞技伺服器中还将有特殊的商人提供多样化的史诗级装备供玩家选择，玩家将能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玩家竞技。Shadow of my wings.